喂。Hello, 你好，你是谁呀？Hello, 你好，你是谁呀？我们要跳。你会跳吗？Hello。走了。哇，好舒服呀，这个捏在手上。哇哦。上厕所了。你在干嘛？我在汲取光的力量，我马上就要变成奥特曼了。你相信光吗？你不相信吗？世界上根本就没有奥特曼。在汲取光的力量。掉一次，同样的道理。25个。它是里面，它有一个口，进去了之后分散了之后，全部都打。但那个蓝色的，如果打成一张平地的话，有点废。那个炸弹也可以炸。它那个分身太小了，那个。有点可香了，云南白药味了。物超所值哈，9.9，300瓶包邮到家。您看，只要分到这上面，浑身都散发那种淡雅的清香，味道。非常的好闻，那么朋友们就快快入手这一款香水吧。
我朋友呢？搞推销说，搞推销说。哇，这边我们连线前方记者，坐好。现在坐好，局长。今天是不是战争发生了？现在左航占领上方啊！好的，今天他倒下了，他倒下了。一边助攻啊，路上。好的，这边战地记者正在解说。好的，又来了一位围观群众。你是谁？左航已经开始。哇！把前面人被吊着打。哇！你好，我操他！发生了啥？前面的人被吊打。这主播，我也说。左航发现。今天是发起了挑衅，认输了。这边左航胜利。我听到了，一直在那摸脸。胜利者，左航。尊敬的旅客朋友们，前方到站长沙。Hey you， 来自哪里？辣妹子，辣妹子，教你唱脏话。还要去哪里？辣妹子，辣妹子，欢迎你来唱戏。有我色，今晚掌声火。我们现在呢，都要去找师兄，定军师兄，敌人新师兄。对，好久没有见到定军新师兄。对，哎，走，这边有。我们那就先找吧。一定要让师兄们感受到我们的热情。对，三二一。昨晚上吃的啥呀？睡得还好吧？睡得好。然后刚刚准备了一个特别的，就是给你打招呼，但不知道为什么进来就变了。你要不要？来吧。准备让我赢。世界好。都分着点吃吧。加油啊，看看加油。好，我跳。来啊，三二一。回去吃饭了。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好，东西还有。不是吧，不是吧。这是什么？不是加吗？虾。谢谢，谢谢。啊，不谢，不谢。加油。师兄给我们的宵夜做，买好，给我们买好宵夜了。是的。这什么串？是串儿？串儿吧。All seated on the ground, the angel boy.
这样了，正常正常一点哈，正常一点，正常一点。甜一点哈，然后嘴巴放松，好来蹭一点。正常旅游业的对，好帅呀、啊！美容啊，把嘴涂了吧。好，我再给我试一试。好来下一位。사랑을했다우리가만나지우지못할추억이됐다볼만한멜로드라마괜찮은결말그거면됐다널사랑했다우리가만들어시나리오이젠조명이꺼지고마지막페이지를넘기면好来听一个凤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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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还来过长沙吗？来过，但之前来的那次没喝到这个茶颜悦色。这么一喝还真是好喝。190只，锅巴海参，还这什么东西？够了吗？脏啊！你不脏吗？脏啊！起来呀、啊，朱志贤！你是一坨泥吗？你不是还没垃圾吗？我看一下菜单呗。脏不脏啊？这地上脏啊！到时候你又在滚在床上滚来滚去的，你是猪吗？你把我打昏了！你那是装！可以点个那个。你去那边待会儿，自己去里面安静啊！安静，安静。好鬼！这里面怎么是连通的呀？真的，川西，你不要练呐！我连基本功也不让我练。整个补水器，那都没点呢。就肉炒啊！你说的那肉炒肉炒的是正常点的，我还好香。你不是开动水龙了吗？啊！你开动了。去里面安静。啊！把那个门关上。啊！有人呢，陪你玩啊，陪你玩，好玩啊！他想逗别人，他说：“哎呀，他放别人那种黑历史，然后呢让别人逗他，然后呢人家打他时候呢，他说：‘哎，你们暴力我，你们欺凌我。’没有，我当时在听歌，听你唱的歌。”你们好，熟悉的太熟了。下联没看过。这什么？汪汪队。你们这都看过，我晓得。赶高狗不怕困难，汪汪队出发救援。又出发，汪汪队。不应该是你勇敢牛牛？汪汪队。不应该是勇敢牛牛不怕困难吗？怎么是勇敢汪汪队？幼稚。你好成熟啊，你理熟点儿。泰国，我没说你啊。不是，为什么侮辱我们的爱好？对不起，凭什么？你今天是不是要造反？今天是不是要造反？在侮辱我的职业。你诋毁我们的爱好，就是诋毁我们的人格，你还不明白吗？你不要打着爱的名号。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看看这个开头，我跟你说结尾，我行不行？你说什么呀？你真棒！我砍呐！啊？我砍！来吧，180，不行吗？啊？没说什么？比这人大呀！宣布九万获胜！看其他的，好看。我知道了这个。你换了，这个一看就不好看。你可以要看金属。你看金属。
惊悚就是吓人。安娜贝尔。什么？安娜贝尔是什么？那娃娃吗？对，那个有点吓人。画皮还好。安娜贝尔。我记得。这讲想他讲电影，他没有那个。他让我当幸福来敲门。我俩看。又来敲门？你看过吗？不看过。我也看过。看哈利波特多久没刷牙了？是不是觉得自己？我跟你洗他脸要不要？我来啊！我飞呀！他觉得自己行了，上！你不就人多吗？啊，又不是单挑，那就是人多，就是人多，你有英雄就是人，就是人多，今天人多力量大，太过分了，张姐，我的。当时经常是有那什么摄魂怪，当时。我觉得可以去旁边。苏欣，你吃不吃？你不吃不让。这样，我有腐化，你那点什么全部。求嘛！怪我，那长得好看。这不要一笔钱，我穷了，我就要回我的包里。干吃吗？啊，他那个当饭吃。牛奶不？他是防空的，十运一通。小陈老师，好久不见啊！好久不见。从你的仪表上都能看出来，你的摄像技术一定很有长进。低调。听说你刚从月球拍完照片回来是吧？哎，你怎么知道？我去拍了，叫什么来着？环形山，非常震撼。你刚在世界各地拍完时装之后，这么快就回来了？为了照相馆可以。我专门买下了全世界最快的飞机飞回来了。太牛了。但是我们这照相馆很好，好在哪呢？有魔法。对，我们能帮这个来拍照的人实现他的三个愿望。来我们照相馆的都是帅哥，你看。哎，今天会有谁来？哪位帅哥？要不等等他，说不定过会就来了。我的天哪，这一定是中国古代丝绸之路上的产品吧？这华丽的皱，一看我摸一下我就能知道。价值不菲。几千万吧，至少。哎，少说，你这说少了，没个5亿整不下来。啊，天哪，下了血本呢！你看这量一杆子，都是用的那种蓝宝石合金，合金这外面裹上蓝宝石，太高级。哇，尽显奢华。天哪，你从火星带回来的吗？怪兽，火星怪兽，不是有正版授权的？数码宝贝那个火，你从火星带的，你太牛。哎，好像是我从火星带的。哦，是你从火星带的。棒子，好，太牛了，这个。哇塞，世界一流街口的校服，太高级了。这个啊，一看就高级，像他这种材料，这种个性的设计，一看就是猛男穿的真皮大衣。哦，你去月球带回来的吗？是的，嫦娥他儿子穿的。嫦娥多少钱？哎呀，也就500亿月球币吧。对吧？其实不瞒你说吧，这个其实是防弹材料。哎，这不就是中国著名设计大师陈定瑞设计的，我弟弟设计的，太牛了！哇，他这个设计我以前不知道，看着他的设计还是挺高级的嘛。原来我小弟弟，对他就不一般了。其实还在那上，还要给他弄掉。这还有一件衣服，这件衣服是你带来的吧？对，这个扣子都是金的，一看价值不菲。这件衣服整整花了我
几亿呢？啊，是你买的？但就花了我家产的总家产的几千万分之一吧。哇塞，你果然很贵重啊！啊，到底是哪位帅哥来到我们现场的？我已经迫不及待了呀！欢迎来到帅哥照相馆，还是邓嘉欣大帅哥来到大帅哥呀、啊？今天你有什么愿望呢？三次机会，因为我们是魔法照相馆，所以你如果想有的话，我们可以帮你安排。两万平，安排。我想在我们家两万平的床上醒来。那先换一下衣服吧。这高级睡衣给他穿上，很诱惑呀。但就只有这一套是吧？就这一套，对对对，你家春节版是一下了，你可以挑战一下。帅哥提出这要求，虽说有那么一丢丢过分，但毕竟我们是魔法照相馆，还是可以满足。帅哥上画，更衣完毕，人缩缩了。接下来，我告诉你怎么摆姿势啊，那坐下，坐下，我来，先放松，啊，一定不要紧张，我紧张个头啊，我紧张。对，所以说你先放松，让他非常松，做出那种睡眼朦胧、刚刚起床的感觉。好，就这样，来。拖鞋一定要踢飞一点。你去开。哎，我扔掉。哎，就这样。好，就这样。好，哭一个。哭一个。这么帅的帅哥，他肯定要。那啥，趴下。趴下。趴下。像你蛇一样。不要这样。来，放松一下，然后呢，捏一只手，放到嘴上，然后捂一下嘴，就做出那种，对，就这样。今天是要躺着嘛，肯定要给他拍个最好的照片了。哇，太帅了，接着摆。换一个姿势啊，身体往稍微往转一下，然后呢，手扶着地，手往后撑着地，对，这样，就刚起床那种伸伸懒腰的感觉，对，就是这样。好，我感觉还缺点什么，刚睡醒的人神是不可能这么清醒。对，yes， 然后把一只拖鞋放到你的头上。他是一个帅哥，能不能给他搞一些奇怪的姿势吧？哎呀，对，这样啊。他躺在床上，你给他拍的眼照干嘛？他躺在床上呢，他要凸显出他两百米的床，站远点拍。两百米的床是吧？两千米的床。两千米的床，我看我来调一下。我的天哪，好大的床啊！哇，就这样，很好。好，这套两千平米的床的愿望就跟你完成了。接下来你要说出你第二个愿望是什么呢？既然你这个呢，那我得跟你说，你送我去趟数码世界。数码世界？哎呦，巧了，还真有。太巧了，我们这边刚好有一件，他从火星带回来的。火星带回来的数码世界，数码宝贝，对吧？数码这是火星的。这种细节，咱们不要追究。你可以跑去问一下数码宝贝，他是哪个？对，这种细节咱们不要追究啊，反正。你是哪个星球的？我说了吗？这条裤子就刚刚好，我觉得，来，就穿它了。好嘞，去吧。哎，芝麻，我咋没看到数码宝贝？哪呢？我要活的。今天活的就满足你，今天就让你变身数码宝贝，好吧？活的其实也能满足你。这样，你先照着我们来拍，行吗？行。首先呢，看这位帅哥，人高马大。
所以说肯定要在数码世界中承担一个怪兽。准备给你摆个酷酷的姿势啊，注意一下，蹲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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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再换一副。把你的嘴巴放在你的花上。把我的嘴巴放在我的花上，就是把多简单呀、啊！你用嘴巴叼着花。先拍一个吊着花，这样你可以抓拍它空中跃起的瞬间，那一瞬间它绝对是最帅的。不用，就这样。真的，哎，这样你先出去，我先给他拍一张。你摆姿势，我给他拍照，你怎么出现在里面吧，对吧？我姿势还没给他摆完呢。好，这样就很帅。好，太帅了。OK。你现在用手假装另一个链子，然后牵一只数码宝贝，就可以去一下啊。好，这么高大威武的数码宝贝没有。嫌弃，看我自己吧。这样来，你把这个，我打，对，就是这个感觉。然后把你的这个地方，就好像刚破开封印的那种千年老。千年老仙人，千年不朽，千年不朽，牛活来，之后再给你配合上一些道具。来，不用了，道具。咱们要专业些，咱们不能随便搭配啊，咱们要专业些。专业些。OK， 你的第二个愿望现在已经达成了。既然你们这一关。那我就来个狠的，我要还，要还头。这个愿望吧，其实也是那么难。让我想一想啊，哎，这个可以的，校服，来吧，拍。算了，为了咱们专业一些，你还是把衣服换上，再来拍。是，感谢你俩帮我找到了我之前演出的地方。这确实是回到从前了，但是回到从前，花人嘛，是啊，把它穿在里面，就留了一手啊，是的，哇，但是你穿上校服，总感觉少点什么，我帮你装饰一下，看这样，宝宝的成长必须要的鼓励，谁给的？爸爸给的，我，你说啥呢？我是爸，我爸爸是爷爷，好吧，来。干得好啊！今天一看就是考了双百，我感觉我临近了十八岁。这样吧，你因为很小嘛，所以你要矮一些，你蹲一下。啊，你蹲一下。然后先别拿棒棒糖，你先就对着镜头笑一下，天真无邪的笑。你看，就这样。你先蹲下，然后呢？然后朝着我。哎呀，不要行此大礼啊！快起来，快起来！喂呀，咱们给你压岁钱的呀。咱们还是那个庄重一些，你说，不要搞这些花里胡哨的，非得给他跪下，对吧？来，这也不好。抬头，来，笑一个。哎呀，没有灵魂。你像你小时候被老师批评的时候，然后就是那个大哥，他是被表扬了。哈哈哈。拿一个，哇，恐怖片了啊！好，就这样。好吧，也行，就这样，不用了。但这样你就不是返回童年了，你这是不是直接返祖了呀？别拍鬼片儿，来。
这两天拿来，我教你什么叫真正的大师。他说，哎，他怎么反客为主了呢？你带个这个吧。这儿。皮啊，你就手里这样吧，就是这么拿着它，然后呢，很酷的这么摆着。对，有中二少年的味儿了啊。不行，你那头高高昂起，傲视群雄。哇，有校霸的味儿了啊！就一张，要不就是哇！哦，现在呢？你不是客人了，你是被告。你摸摸你脸上的贴纸，行吧？好。爱你啊！要你模仿，不要你超越。来，这样。你一手比剪刀手，一手耍个酷，哎，一手比剪刀手就耍酷。我不知道你是要剪刀手，叫你模仿，没叫你超越。耍帅，耍帅，哎，要耍帅。你要从我这个角度拍，要有动感性。动感啊，我帮你来。动感，太动感了。既然帅哥的三个愿望都已经实现了，那么我们今天的 TF 家族帅哥拍照馆开业典礼圆满成功。什么？哦，对了，帅哥，那个交钱，就一点儿，就也就几千亿吧。我相信这点你应该拿得起。费用，对吧？处理一下，处理一下吧。一样，处理一下。来，哎，好，交钱，交钱，别跑。爱你不是因为你的美而已，我越来越爱你，每个眼神触动我的心，最爱你的是我，否则你怎么让我，否则我怎么可能赴汤蹈火，你说什么都错，因为这就是爱，再次深就该勇敢留下来，就算受伤，就算流泪，都是生命里温柔活该。我要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张开双手变成翅膀守护你。你要相信，相信我们会像童话故事里，向更多幸福的地方飞去。中国的传统节日七夕节就要到了，祝天下所有的美羊羊、喜羊羊还有灰太狼们阖家欢乐。